快点释放天性，朋友们！酷可以有很多种表情，这个是一种酷，酷，这也是一种酷，酷，你是一种酷。我的招牌动作大家学一下。 耍我吧！耍我！就是那种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就想要亲死对方的那种感觉。亲死对方？就是这样。你这个叫油腻，知道吗？ 这么尬了，空气突然安静。这个先是最意外的，这是妹妹。看得出她有努力了。好，走。不行，下一个。 马江，牛晨，我在解放天性的时候，那个不是真实的我，那个是一个假的我。对，真实的我是又酷又帅的。